你找俺有啥事儿？你二妈现在在哪儿？你提她干啥？俺不想提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。你根本不知道俺爹对她有多好。可是他背着俺爹，跟俺爹的贴身保镖小六子，干出那种苟且的事儿来。俺爹这人讲情义，念在小六子救过他，就放他们走了。否则的话，非得宰了他。坐着说。你听俺说。你二妈兴许不是你想的那种无情无义的人。金矿的事情肯定是真的，你们家除了你，就剩下你二妈了。俺估摸着这个事儿，会不会是你爹故意这么安排的？山海，为了这张金矿图死了多少人？你们还不罢休？是日本人不会罢休。俺格林死时候跟俺说，自己交的东西，就是烂在地里，也别让小鬼子挖走了。俺答应他了。俺们得快点，赶在日本人找到你二妈之前找到他，要不然他也会有危险。可是俺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小六子家是石头岭的。石头岭。嗯。石头岭。成，俺们明天一早就出发。俺去通知弟兄们。山海。于师傅跟你说了什么？俺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，俺们跟国民党合作过几次，合作过几次，他们就翻脸几次。对于他们，俺们不得不防。俺心里有数。周大马的二姨太。以前在你的戏班里唱戏，对呀，人称外号小桃花，那小嗓子可真疼人呐。可惜遇人不淑，被一暗匪给抢了。要不是周大妈剿匪把他给救了，他那朵花早就蔫巴喽。我对你说的话很感兴趣。据俺了解，周大妈娶了紫薇，可戏子就是戏子呀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就偷偷的跟一周大妈的保镖给好上了。看来，这桩丑闻是真的。那是，有钱人家这种丑事儿、浪事儿不少，都捂着盖着不说呀。那个保镖叫什么名字？叫万小六。周大妈念旧情放了他们一马，可这事儿满城风雨，人尽皆知啊。告诉我，到哪里能找到紫薇和万小六？这俺可不好办。我必须知道他们的去向。好嘞，这事儿包在俺身上，俺帮你打听打听。妹子，俺知道你打心眼里看不上那两个人，
可是俺们办的是大事，这事儿不能使性子。俺只管认人，不跟他们说话。走。你说他为了打他干什么？那就是个小饼子，把石头岭的脸都丢干净了。俺们石头岭容不了他这样的人。是不是？ 俺们石头岭的人可是讲廉耻的，他和那个野男人回来，俺们容不下他，就往他家门前泼了大粪，给他撵走了。哦，他还有个野男人，就是周大马那个保镖嘛。你说这个周大马是不是瞎了眼了？怎么用这么个保镖？白眼狼养不熟呢？ 那野男人在哪儿？海沿上，养马岛的吗？ 估计他呀带着那个小婊子回他们老家了。哎，这两个人你们可别再说了啊！俺们丢人，再说就撵你们走，净说些我们没脸面的话。二奶奶。 二奶奶，天这么热，别干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哦，今天我炖了鸡，回去咱们有鸡汤喝。你又去啊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力气。这不今天多扛了1000多斤石头，拿到工钱了。小六，你这样养着我，太辛苦你了。没关系，我愿意。走，咱们回。 是万小六跟紫薇吧？你们什么人？啊，大小姐。妹子，他身后那人就是二姨太了。嗯。大小姐，周司令还好吗？如你所愿，俺爹战死在沙场。 啊，紫薇，紫薇，没事吧？孟小亮，我们俩今天来是想问你个事儿。什么都不用问了，事儿是我和紫薇做下的，是丑事，但是人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身体。我已经把一只眼留在了周家大院。 恩怨已经了结了，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着你们周家人了。大小姐，恕俺不奉陪了。蹬鼻子上脸，你动一下试试。俺没问你们以前那些事儿，俺今天来是想知道，周大马周司令是不是给你们俩留下了什么东西。 他只在我眼睛上留下了一个洞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万小六，你在宁海州待过，应该知道通天雷是谁。别逗俺，俺不喜欢说假话的人。哼，上海，做事不要赶尽杀绝。 给自己留点余量，以后会睡得香。我的话呀，你们俩自己思量吧。紫薇，我们走。
两位客官，你看这个房子很满意吗？够吗？啊，够够。俺突然觉得咱这么打扰紫薇和万小六不好。啥意思呀？他俩是对不起俺爹，可是也得到应有的报应了。万小六的眼睛都被俺爹给挖了，人家一句俺爹的坏话都没说。那你啥意思啊？俺觉得吧，看紫薇和万小六这样，俺心里特别难过。他俩挺可怜的。在路上还恨人恨得咬牙切齿的，恨不得把人碎尸万段。这一屁股坐椅子上就变了啊！说的有道理。你说俺们这趟来的，你在这坐会儿，俺出去转转。抓住紫薇和万小六啊！现在紫薇怀有身孕，真被抓住了，她可经不起折腾。俺先给你找个安全地儿待着，俺得去找他们去。走。俺一定为皇军效力，一定效力。李保长，万小六是你们保里的人吧？万小六是在我们这长大的。万小六和紫薇都不在家，他们会去哪里？不知道，这真不知道。太君，不知道你就派人去给我找，如果找不到，你来顶罪。怎么了，二太太？俺实在不行了，俺走不动了。不行，咱们先到棚子里歇会儿，你坚持一下。小六，
兰恐怕真的走不动了，你赶紧去帮我找个接生婆吧。啊，接生婆？别急，什么都是天注定的。这样，先到棚子里，我马上去找你。挺住，你挺一下。坚持住，我马上就去。你快去吧，一定要躲着日本人，别把他们引来。好，你挺住，俺马上就来。找你呢。生了，一定要给他找个接生婆。大小姐，求你了，你一定要救救他呀！紫薇，紫薇是好人啊，他背着冤屈呢，一定要帮他呀，大小姐。他是好人，他是被冤枉的。紫薇现在人在哪儿？海边，海边的破棚子。快走！救了，俺和孩子都跑不出了，是雪崩。不，不能辜负了周司令对我的信任啊！小六，你赶紧把图纸给大小姐，也算是对得起周司令了。俺对不起周司令，俺没能保住他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是俺爹的孩子？
大小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本来不想把你们卷进来的，现在不成了。你爹发现雪荣是政府派来的卧底，政府又威胁你爹，你爹让俺跟小六演戏，假装私通，好把俺们带走，带着图纸走。但是小六跟俺真的没有私情，俺是忠实你爹的妻子，俺们是为了骗雪荣跟日本人。不，俺不相信俺爹为了一张金矿图纸会这么委屈了你跟万小六。你爹说如果日本人拿到了金矿图纸，就会把金矿挖出来，用金子买枪买炮，再灭了咱的国。所以为了保住金矿，俺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。小六对周司令只有忠实，他自己做主把眼睛挖了一只，就是为了配合周司令，好让别人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别说了，俺答应过周司令，俺要保护二奶奶的安全，俺在，二奶奶就在。大小姐，你快救救二奶奶啊。赶快问他图的事，快！大小姐，别怪俺，俺要去找你爹了。俺去给他唱戏去。小六，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二奶奶，俺喜欢你，可你一直没给俺机会表白。俺做梦都想和你拜天地呀，二奶奶。等着，等着，大小姐，上来，矿图就交给你们了，拜托了。善财，他是杀你这些畜生！拿下！
妹子，万小六和紫薇能为你爹扛那么大的事儿，他们心里肯定是认为值得，别想太多。 二妈，你安心去吧。你跟俺爹马上就要在天上见了，你放心，只要俺周阳活着，俺就一定会把你和俺爹葬到一起的。如果真有来世， 俺相信，俺爹还是会娶你的。走了，走了，妹子，秦队长。 咋的？我想离开一段。嗯？咋的？俺们游击队又哪得罪你了？单海跟周阳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你就不担心他们拿到头不回了怎么办？单海跟俺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他不是那种能抛下兄弟就跑的人，俺相信，他一定会和周阳回来的。你这么相信他？万一他不回来，你回了游击队，怎么向 CS 司令交代？或者说，如果他们俩在路上遇到日本人的埋伏怎么办？俺已经派郭盖头去接应。 于少校，你老是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。其实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哼，既然话说开了，俺倒想听听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我知道，你们一直都不信任。 从我加入的那天起，可是你要明白，一直以来，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为这个国家守住金矿，打跑小日本。只是立场不同罢了。自从我信仰破灭的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尽我个人最大的努力，为这个国家守住金矿。 不惜一切代价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其实你可以来俺们游击队试试，不勉强。不过有你刚才那些话，俺相信这个金矿，俺们一定能守住。队长。 站和大小姐回来了，走。头拿到了。 过去上。这俺都看过了。这不就是张八卦图？这张图是万小六跟二姨太顶着天大的冤屈为周司令藏的。俺看这张图不会假。
现在也没琢磨明白。你说这就这么一张金矿图，它值吗？它值那么多人流血吗？行了，妹子，在男人眼里，没了国就没了家，这国家都没了，人活着啥意思？以俺们对周司令的了解，他一定知道这个金矿价值连城，如果让日本人得到了，将会影响整个战局。可这张图啊，跟妹子在路上翻来覆去的，都快看熟了，也没看出个啥来。对啊，它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图纸，什么都没有。啥意思啊？哎，原来你爹交给你们三个人的那张图，不也是一张八卦图吗？对啊，所以说嘛，跟这个差不多，没什么与金矿有关系的事儿。那于叔叔咋说，他从这个上面看出字儿来了？是啊，俺不识字儿，可这图上也没字儿啊。哼，俺也识字，俺也没看出来什么特别的东西。要不然，俺们把于叔叔叫过来看看。那可不行，他不是个光明正大的人。于世荣，过来，过来。这图俺们拿回来了，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。放心不了。给他。只能给你们个建议。上一张图，我是用米汤撒在上面，然后用火烤干，就显现出上面的藏头诗。既然都是周大马做的图，这张图应该也可以。米汤撒上面再烤，但是我估计这张图也是个骗局。周大马太神秘了，他在想什么，旁人根本无法想象。周大馬の用心棒とお前かけ、周大馬の秘密があるんですか。やつの目かけは上海に拉致されました。用心棒は我々が撃ち殺しました。もし目かめは金庫の秘密を分ければ俺たちは負けるんだ。いえ、周大馬は金庫の地図を奴らには渡していません。別の方法はかからないのか。じゃあ俺たちは自ら金庫を探さなくちゃ。将軍、您可晓得金庫探しである超高校人事は数個なくない。彼らは我々の探査員の教習にしよう。金庫は我々で探すんだ。中国人なんか使ってどうする。彼らは地形をよく知ってるし、我々の助けになる任務が済んだら殺してしまえばいい。田中、今リクスすぐ作って
あいつたちは憲兵で連れてこれ。はい。要不就再涂一层浆糊。再抹，再抹比鞋垫还厚。看来于淑如说的是对的。就把它烧了吧，留着也是隐患。才子过来，你们俩都过来，过来。看看看看，能看出啥来？这后边是一个卦图，是不是在这上面做的文章？你们有人懂卦吗？俺爹跟一个叫白天师的学过卦。俺知道这个人，他算卦特别准。本名叫白重阳，法号白天师。这个人我也认识，我当县长的时候曾经找他问过前程，可是最近听说这个人不务正业，也在找什么黄金。师傅呢？白天师呢？啊，白天师，您算什么呢？您给俺们俩算一下，俺们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啊？对对对，算出来赶紧告诉我。对，你们俩人恐怕是在劫难逃，定有血光之灾呀！啊，我还没娶媳妇呢，我。那白天师，那您呢？贫道自幼修炼，定然是逢凶化吉。啊，那为什么呢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天意，天意呀！胖哥，他真化气了。我对你的事情了如指掌，你这个道士可不是个安心在道观里炼丹的道士。你曾经给周大马当过军师，后来带着弟弟白满月去满洲淘金，淘了金子回来，路上被土匪抢劫了，对不对？淘金之前，贫道已经算出来了。那次去东三省，纯粹是赔本的买卖。那你算算，你这次的命运如何呀？这次我能逢凶化吉。
白老道，我问你，你和你的弟弟在宁海州找过金矿吗？这个，说实话，找过。那周大马的金矿，你们帮助找的吗？没有，根本就没有这事儿啊。那次去东北淘金之前呢，我们兄弟二人走遍了宁海州的山山水水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宁海州啊，没有金矿，根本就没有啊。您想想，要是有金矿的话，我们二人也不至于去东北淘金呢，是不是？你说。一匹马，一把枪，一身豪气闯四方，一路征尘风雨狂，威名天下扬。一碗酒，一口光，虎穴龙潭也敢趟，脑袋别再裤腰上，只为咱家乡。一匹马，一把枪，一声霹雳一道光，人在江湖叫得响，全靠义来挡。一碗酒，一口光，咱们一起打豺狼，放下恩怨成兄弟，都是好儿郎。城山头的海水不能用斗量，绿林中的好汉做人要坦荡，泰山顶的松柏攥着是风掌，千锤百炼胜铁也成钢。上战场，十个爷们儿就一起上战场。